有些事我都已忘记，但我现在还记得，在一个晚上，我的母亲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故事在我的想象中，有一双滑板鞋，与众不同，最时尚，跳舞肯定棒啊！这个城市，这边所有的街都没有。他说将来会找到的，时间会给我答案。星期天在寻找，依然没有发现。一个月后，我去第二个城市，这里的人们称它为魅力之都。心过得很快，夜幕就要降临，我想我必须要离开。当我正要走时，我看到一家专卖店，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啊！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耶！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摩擦，摩擦摩，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Sing it。一步两步摩擦，一步一步似魔鬼的步伐，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Oh， 一步两步摩擦。魔鬼的步伐，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月光下，我看到自己的身影，有时很远，有时很近，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有了滑板鞋，天黑都不怕啊！有了滑板鞋，天黑都不怕。这是我生命中美好的时刻，我要完成我最喜欢的舞蹈。在这美丽的月光下，在这美丽的街道上，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这不是梦。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这不是梦。摩擦摩擦摩擦摩，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一步两步摩擦，一步一步似魔鬼的步伐，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Oh， 一步两步摩擦，一步一步似魔鬼的步伐，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刚刚你们有看那个《初音未来》吗？米可江，好羡慕你们，你们都帮我看了，我也好想看的。什么？我没有机会啊，残念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了。真的还蛮冷的，早晚温差很大。你们还好吗？
还好，幸好我今天晚上带来的歌曲都还比较嗨，所以你们等一下可以跟着一起跳啊，一起嗨啊，然后呢让我们的身体热起来好不好？ OK， 下面这首歌异类。我们都是孤独的。他忘记了回家的路，街上只剩他一个人游荡。他拥抱过生命中相遇后有所失的人，悲伤雨在下，在下一整夜擦不作声，不作声，擦的痛有谁能懂，他的梦多么想，多
抹上了世界里面天真，他明白了，上帝为他关上窗帘，开上门在等。雨在下，在下，一整夜。不作声，他的痛谁能懂，他的梦无人过问，他多么想，多么想问，他多么想，多么想。下面这首歌我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来唱，因为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简单。For forever。I told him some things never last forever. Sometimes they do, but not forever. And now I see for real. I think I really do, but never for forever. As I can see the world around me.Let's go.
往前走干嘛？有啊有啊，是往前走还是在这里弹琴啊？还往前吗？不往前了，好。来吧，浮游。
下面这首歌齐天大圣跟我一起放纵嘿放纵嘿向东吹的风带走故乡内容水帘洞里沉睡的梦才没有什么盖世英雄那天宫穿越九霄时空等谁来天摇地动深海里的针把风暴操控一个转身山河裂开成飞出孤独的天灾没有焦灼的星星畏惧的表情打破虚伪的重埋客观请看我大闹天宫的戏你听锣鼓惊天起变竟然有声音啊！我是齐天大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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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我是齐天大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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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你的合掌下一秒的力量叫做天下无双你擦亮金箍棒的沙漠是一柔可靠谁不曾爱上浪浪前程悠悠这股寸寸痛的是心不是头那么吹来你为何泪流百年是用什么的烟火熏出伤口解毒的只有一口饭藏的鬼话就能收工也是苦衷没人能懂原来英雄也走错线白晶晶的笑容染红了夜空花
化作心地入梦的财阔物垢，极度伟大却不做野心家，只求谎话算心的天下，巨大的真假，我睡醒走天涯。我睡醒天大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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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睡醒天大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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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下一秒的力量叫做天下无双，擦亮金箍棒和神马，是一柔克刀，谁不曾爱上自由，谁不曾独上高楼，谁不曾为梦放生，谁不曾独揽心脏，勇敢大闹天宫，就怕你宁愿留很开心能够带我的乐队来，对，所以我每一次其实是很珍惜能够和乐队一起同台的，因为而且我也很喜欢，应该说是除了自己的演唱会以外，应该最喜欢的就是一个音乐节的形式来为大家表演，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由的舞台，然后可以跟大家一起疯啊，然后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大家全程坐在那里看看演出看表演，因为其实真正最好最有感觉舞台是我和你们所有人一起是在共同再去一起嗨的，所以你们所有人都站在这里陪我一起玩，我很开心，然后所以我是很珍惜每一次以乐队的形式为大家表演，那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一起唱这首歌呢，是我自己写，不对，我今天表演的歌都是我自己写的，那对，最后一首歌也是我自己写，但是是我唯一一首创作不光是作曲也作词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的歌词但是很简单，因为就一句，然后这首歌也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旋律，也只有一句歌词，所以如果大家听了之后可能听一半就会唱了，那我希望这首歌大家能够陪我一起唱，叫做 Why Nobody Fights。
谢谢大家，我们今年应该会在十月中旬左右开演唱会，然后地点应该会是在北京，然后具体留开几天还没定，但是有时间可以过来一起看啊。然后还是我们所有人一起为大家表演，那谢谢大家，大家晚安。谢谢百灵坛特纯真好音乐人，谢谢花千玉，谢谢花花，也谢谢花花的乐队，谢谢，再给花千玉热情的掌声。 Good job, good show, 各位拜拜拜拜，掌声加尖叫。